意大利舞酷一点，对啦，要定，来来来来来，监控监控，到时间，来签名，来，各个桥段我们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美杰好帅啊！各位，那个村长的欢送会哦，时间差不多了，来等一下再练习，这是找位置坐，找位置坐啊，找位置坐，记得啊，快乐一点哈、啊，是村长的欢送会啊。哎喂喂喂喂！我们的村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我们月村，作为副村长，让我来念一篇追悼文，我来纪念他。哎呦！副村长啊，副村长，副村长，我知道你心里很哀伤。今天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准备了丰富的节目啊，这篇作文给你念下去，我整个都念丢去了呢。不是啦，我追悼文这个还是要念，我也准备很久了啦。我知道你这个作文最后念好了，好，安尼，好，好不好？各位乡亲，嘿，我现在正式宣布。Party 开始！副村长，你看看，这样才有热闹欢乐的气氛，你知道吗？好，首先呢，由我周慧敏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暖暖场，好不好？好，好，来音乐。哎呀，这不是我的主打歌，妈，快去啊！给讲哎，来。喂，你很没礼貌哎，我还没唱完呢，下去排队。哎，不是的，阿弟啊，这首歌我是村长去年做寿的时候指定要我唱的耶。喂，两位小姐，假拍鼓，一个人唱一句，光给钱啊。不是啦，就我唱就好了，你要跟我讲。我先唱，你先下。你呢？你可以帮帮我吗？慧敏师妹啊，你们不要吵喽。哇，这么多人啊，真热闹，真好。我就知道我这一趟没有白走。看到你们大家都来送我，我已经知足了。哎，慧敏师妹啊，你们两个每次为了我的事都要抢第一，你们啊，从年轻吵到老，为整阿桃插个整阿伟，连在我的欢送会上你们都要吵，真是吵死人了。我真希望有一天，你们吵出真感情，学会互相陪伴，当一对真心的好姐妹。小阿海，这会场你布置的啊，很有艺术气息哦，不错。要记得啊，在做什么事之前，再多想一想啊，不要什么事都那么冲动。还有啊，要对妹妹好一点。男人不懂得疼女人，你将来怎么娶老婆？首富啊，我知道这个世界。你最爱的就是钱，钱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多也带不走。人活着要懂得珍惜，要不然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知道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的两个心肝宝贝。小李，阿静啊，你们终于回来了。阿公啊，好想你们，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不错。对了，你帮我尝尝看。这是阿公的沙漏里面的盐。甜。甜吧。我就说过阿公晒的盐是甜的。除了甜味，你还尝到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桂花。桂花。以前呢，我们月村晒出来的盐都会有股淡淡的桂花香味，但是这股香气和甜味慢慢随着时间消失不见了。你阿公他一直努力的在寻找那股香味，这股属于我们月村的香味，所以阿公才会立下遗嘱，希望我们留下来父亲月村的盐田吗？阿健，我问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拥有过一件会让你用尽全力拼了命都想守护的东西？怎么哭了呢？哎呀，不哭不哭，来来来来来，阿公秀秀，阿公秀秀啊，阿公秀秀。阿公，我想爸爸。我跟你一样，也很想他，真的很想。阿公问你，你知不知道眼泪是什么味道？是盐的味道。你爸爸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还说啊，一定是我们吃了太多的盐，所以眼泪才会咸咸的。如果盐也可以是甜的，眼泪就会少一点，心就会甜一点。可惜他已经吃不到阿公晒的盐了。可是阿公盐是甜的啊。阿健，这个甜甜的味道阿公以后就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记得，不管眼泪有多咸，我们的心啊都要甜甜的。阿公，你要我找的答案就在这片田里，对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答案的。